所以你真的是你？你不是说不是我吗？你看看是不是，是不是你的刺猬？以前的衣服你还留着？我会永远保存。所以这一切是你做的。今晚我演出你看了吗？看了，很棒。最后那支舞是为你跳的。余生。崔善，你先离开一下，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余生单独聊一聊。不用，有什么话你在这儿说就好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